看起来有点恶心的小虫子是我们小石蛙最喜欢的美食。首先呢，先把我们的小石蛙放进专用的喂食盒，接着呢投入两条小虫子，似乎引起了注意，它只是想往外跑而已。似乎小虫子并没有引起我们小石蛙的注意，也许比起美食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我们的大蛙仿佛想在这里安家，帮帮他们吧，至少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小虫子。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外爬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只虫子冲向了我们的小树蛙。这会是自寻死路吗？我们的小树蛙依旧对外面非常执着。啊，原来它看中了边上的小花盆，似乎那边的世界更精彩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观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